界中在正在做的事情。那我要报的题目，它的比较正式的名称叫台湾野生动物观察网路。那它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社团叫做鹿杀社，鹿杀社比较容易被记住的，所以名称都用鹿杀社这样子来做一个推广。那我今天我本身也是动物快报中心的助理研究员，不过我今天是以社长的身份来参加这个活动，希望从众这边来可以学到一些，能够学到一些东西。那我会待会我会先介绍到什么叫做鹿杀，那我们为什么去关心鹿杀，以及我去成立这个社团的一个社团的宗旨目的是什么，那目前的成果以及在这当中我们就说感受到一些协同合作的一些美好的果实，那如何用这样的平台共创保育经济跟环教的一个善意。那最后再谈谈鹿杀，现在我们在此鹿杀就是关心所有非自然主食的世界，有没有未来的规划。鹿杀它其实是从英文的 rotier 直接翻译过来的，那也把它翻译鹿死，那其实它就是一个车祸。什么的车祸呢？是指所有任何野生动物在路上被车子撞击或碾压死亡的这种事件，就叫做鹿杀。那为什么鹿杀会被关心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它实在是太频繁太多了，多到你想要忘记它不去注意到它都很难。以这个为例，那这是欧洲的国家，丹麦每年至少327万的鸟类被车子撞死，英国有400万，保加利亚700，瑞典800，德国一年就940万。光这五个国家加起来，欧洲就有超过2700万的鸟会在路上莫名其妙被撞死，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频繁的。那这是欧洲的案例，那台湾呢？台湾的研究一直很少，但是台湾的每平方公里的汽机车的密度在世界大概是排行前5名。我们的道路总长度，每平方公里的道路长度的密度呢，在世界是排行前几名。那有这么长的道路，有这么多汽机车在路上跑来跑去，如果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那以机遇而言，应该会有很多的动物会在它被撞死，可惜研究很少。国外100年前就开始研究台湾，20年前才开始，经过20年，也只有3个单位曾经去做过详细的研究。第一个就是阳明山国家公园，那第二个就是这几年做得非常好的国道高速公路，那第三个就是在玉龙这样的地方。那我们以这样很少的资料去做一个出估，台湾每年至少有40到400万米的路上，那很有可能会更多，因为很多是没有被记录到的。那为什么这么常见的现象在这几年才开始被注意到呢？那我们开个玩笑，就是在台湾，因为你不会有看到大象在马路散步。台湾虽然有黑熊，但是台湾黑熊还没有多到会在跑到马路上来跟你 say hello。可是呢，在国外这样的事情是常发生的。换句话讲，就是说，因为路上其实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在一些欧美国家、日本这些国家，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型的动物，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注意到这样，然后会去做一些改善。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在台湾这些野生动物即使死亡了，也不能去捡。那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它是属于国家财产，即使死了都不能动，不然就违法。可在一些欧美国家，这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撞死了就丢掉太可惜，所以他们是可以拿回家煮的。那你如果不会煮没关系，他们有些餐厅然后可以帮你煮，你只要付简单的料理费用就可以。OK， 好，这是第二话了。OK， 那鹿杀其实道路对生物环境巨大影响，其中一小部分而已。道路对环境的影响其实可以分成3个，包含生物的效应、非生物的效应。那非生物效应就是改变水文，然后造成土石流啦，各式各样污染。那生物效应就是刚刚提到鹿杀过来一种。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鹿网效应。什么叫鹿网效应？看一个简单的图。原本一开始它是有很多动物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条道路进去之后，有一些生物可以受到影响。那道路贯穿了之后呢，有一些生物就受到阻隔，所以呢就会慢慢的消失。所以的道路的数量越来越多，切割之后越来越小，最后就没办法守候的这些生物的生存，最后就会灭绝。那其实最终是道路开发只是环境，只是对环境蚕食鲸豚的一个开始而已。随着道路开发之后，森林变农田，农田变豪宅，豪宅就开始水泥化，那最后的生物就没有地方生存。那根据研究呢，地球现在面临第二次的世界的这个生物大灭绝，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奇异的破坏。那例如我们在去年还就是痛下心来终于接受这个事，就是台湾鹬蚌在台湾已经确定灭绝了，已经消失了。那目前最近炒得很热的食物可能将是会下一个物种。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一些欧美表现国家，他们通常会在一些交通部门底下一个专责的机构，负责来研究这样的路杀事
在三年前的时候就搭上一个热潮，就是脸书这样的一个社团才是一个虚拟运作。那其实坦白讲，路上社群完全是一个意外发展出来，因为一开始其实是成立的师徒爬爬虫，因为本身是研究爬行的，叫做蛇蜥乌龟。那蛇一直受到很大的一个憎恶，这样大家看到它就是杀之为后快哈。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来慢慢改变，所以一开始是成立一个社团，要让我们跟我们的几个十几个志工之间可以互相的就是说学习跟交流。结果呢，就在这脸书的社团成立的开始之后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社员就 po 了第一张照片，是一张死掉蛇照片，就很自然而然回答说他叫青蛇。有人看到之后，他就 po 了第二张，就问我是什么时候，这是保育类的彩冠龟。那脸书的连结非常非常快，有人 po 有人回答，所有人只要是朋友都会看到，然后慢慢的莫名其妙，我的社团就变成一堆死掉动物的照片。然后就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大家就开始问啊，原来有这么多人，他平常默默的在关心他的我们的环境，只是他不好意思把这些照片拿出来，因为他觉得怕人家被误认是一个怪异分子。那等到有这样的社团出现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开心，终于可以有一个抒发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个礼拜呢，社员就从12个突然间变成270个。然后才知道，原来很多人在关心，还默默关心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梦想，希望可以跟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北美越南绵羊调查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跟他们见习一样。所以就慢慢就把大家经过一些讨论之后，就决定来做一件事情，把狮兔爬爬虫变成一个路杀社，开始呢公开的在网络上要求大家加入社员，然后征求野生动物的路死照片。那方式很简单，就是随手机，只要看到任何死亡的动物的照片，拍下来上传就可以，就拍照打卡上传。但是要告诉我两件事情：加入社团我就知道你是谁，那你只要告诉我时间以及地点就可以，有机会都是最好。那参加者他不需要有任何的技能，他只要会拍照会使用网络。那把这个照片 po 上来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具有专业性，他可以从一张照片一直跟羽毛就可以辨认出它是什么物种，那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资料的收集。那我们宗旨很简单，经过归纳之后，大家讨论出来一个10个宗旨，就是改善路史、全民科学，就是公民科学、环境教育跟珍惜典藏。那我们来依序说明一下，改善路史题，这是我们社团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资料的累积，大量的累积之后，找到路史的热点，然后以及受威胁物种和它好发的一个季节，然后去做题。着手改善，例如这是阳明山的地下管道，这是小溪猫头鹰，这是绿岛的蝎脸廊道，类似这样的一个改善的工作。那因为我们的参与的门槛非常的低，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的，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公民科学的活动。那为了避免公民之间产生这个误会，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改名，我们把它写成叫全民科学。那公民科学或者全民，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参加者他在这样的记录过程当中很容易得到荣誉感。那对于我而言，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快速获得大量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做大尺度范围的调查，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收集到全台湾的资料。那透过这样的方式，这些公民科学家他们有很好的互动跟学习，那你常常会因为这样，因为有很多的眼睛在协助你观察这个环境，所以你很容易发现新的资料跟珍贵的资料。那最后这样的力量就可以胜过一个诸葛亮。好，那从例如公民科学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北美猎人鸟雷达，它一开始也是为了改变北美人士他们喜欢在去打猎鸟的动作，然后改成赏鸟。那在耶诞节这边开始推行这样的计算鸟类出现在你家里附近的活动，一开始只有25个人在27个地方，它现在有113年的历史，应该是114年的历史。那每年有3万人参加，同时有2000多个点的记录，累计的数据6300多万。这样的数据就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分析，例如像现在最夯的那个全球气候暖化，就可以用这样的数字去做一些归纳跟判断。另外一个很有意义就是 WWND 世界水资源监测日，那联合国就有这样的方式，它可以很快速的知道全世界目前的水资源状况品质到底是好不好。那看一下，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路上的努力，经过3年的推广，真的还蛮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竟然有超过6200位的社员加入了。那至少有超过1000多个人，他们实际参加比划去做记录啊。那我们总共记录了18000笔的资料，红色这一点就是目前发现路上。那其实这边只点了9000笔参与，另外9000笔还没有把它的这个度点给点上去。
那除了中央山脉比较少钻石，全台湾大概都有，包含各个离岛。这些钻石类型，就像一开始我的预测一样，50%以上都是爬行类的蛇、蜥蜴、乌龟，蛇占最大多数。但20%是鸟类，10%是青蛙，10%是哺乳类，7%是甲壳类，就鹿蟹，台湾非常丰富的鹿蟹资源哦。那其实这样的资料呈现的时候，我们曾经收到一个质疑，就是我们资料里面被中央山脉、被这些保护流区的珍贵资料，那我收这些资料有意义吗？我们讲一个开玩笑话，就是说，那是因为你从天龙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的角度太高了，你看不到树林的希望。其实浅山地区这些空白的地区，虽然开发有，但是还是很多生物生存期间，而这些地方才是民众他最有感、他最关心的，他每天都会看到的。陆沙社这样的调查，正好弥补这样的浅山地区的一个空缺，弥补了过往政府不关心、研究人员也不想去调查的地方。那这样的价值，在去年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验证。狂犬病的发现其实跟陆沙社有蛮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在2011年跟2012年的时候，莫名其妙进入到很难看到的这个右湾，大量死在路上。那这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工作人员身份开始跟一些研究学者，还有一些兽医讨论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呢，我们就后来就决定，我们兽医决定选了两只比较完整的个体，就送验。本来以为是中毒，首先送药毒所，就检验不出来，再送家卫所之后，那本来以为是全部的，就到后来竟然是意外之外的是一个狂犬病。那这样子发现，那在他发现了之后呢，我们赶快把我们所有资料整理出来，之前收到标本寄过去去做检验，才发现原来狂犬病早就存在了，也存在台湾。现在的研究证实已经超过100年以上，只是这个疾病它并不容易传到人的身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OK， 好，那其实，在很多人在参与这样的记录过程当中呢，其实都在慢慢潜移默化告诉大家，你关心动物，怕去撞到它时，你要小心行车。其实这我觉得是一种潜移默化，就是对于我们的交通安全事故提示，我认为长久之后，其实它可以有很大的帮助了。但很多人在参与这个记录过程当中，还突然惊觉到。原来他的生活环境里面还住了这么多的生物，可惜的是他看到的都是死掉，他不容易看到活的。哦、那当然有了很大原因，就是可能是因为他的生活步调的关系，他太快了，很难心态去看，所以他们看到大部分是死的。那也有很多人在这样的参与的过程中，他慢慢的去注意他的环境，发现很多问题，然后提出来，在社团上面大家讨论。哦、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方式。例如，这个是一个国中生。他本来一开始加入社团，他觉得说啊，都是死掉的，都有什么好看的？就他慢慢，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团。还有一个家庭主妇，这个家庭主妇他住在工会都市里面，他根本不可能出去做调查，可是他也是经过这样子受到我们的感动，后来几乎每天都会来看，他给我们很大的精神支持。那也有很多人本来是怕蛇，但是他现在还是怕蛇，但是至少他不会把它打死，他会拿竹竿、拿雨伞把它救到旁边去。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慢慢的一种改变。那甚至有一个摄影，这个摄影我也不晓得他是谁，他就投稿到一个某一个报社里，但是人家看到之后转寄给我了。那他就写了，他就是加入陆沙社的时候，一开始是家里反应，后来得到家里人的认同，那觉得他写的非常很棒，就是爱这块土地不一定要做什么，你一个小小的行动汇集起来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那陆沙社目前就是在做这件事，把这些小小的动作。小小的行为把它汇集起来。那除了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我们都是宣传，就说，看到动物如果记录死亡，记录完之后会把它小心移到牧场去，尊重一下生命，不要让它被宠物碾压。可是后来有一些人就开始反映，是有的动物就像这样子，它是非常非常完整的，而且是难得一见保育的。像左边这一只是一个保育的实现哦，那这个是草花蛇，这是乌头蜂。那他觉得这样的标本如果任由它腐烂，其实也是一种损失。他就问我们有没有意愿帮忙收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跟主管单位，就这时候工人的身份就很好用，赶紧跟林务局讨论，我可不可以借，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办法？那解套了之后呢，我们就再去问看有没有研究人员愿意收这些标本。OK， 确定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好愿意收。那大概从前年中开始，大概一年半时间，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接到了2800多件的标本。这些标本呢，现在都被就是各式各样的标本都被很好的保存下来。那其实它都还有很好的价值，而且呢，这么难作为展览设计，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题材。例如像这边的猫头鹰其实也都是陆沙捡来的。那在展出的当中，我们很完整的保留它肚子破一个洞，
缺一个角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在参观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告诉他发生什么事情了。那这样就是一个比单纯的学术研究这样子是更有意义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资料，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社团的时候，我发现一个蛮有趣的一点，比如说也说它是一个是一个 open 的一个社团，任何人他其实都可以看到。所以呢，例如像脸书，因为它本身就是它是一个社群网站，它并不是资料库。我要去利用这些资料呢，我刚开始说，其实因为我不是资讯人员，我很笨，我只能把每笔资料用 key 印一笔笔 key 下来。那一开始 ，PO 人不多的时候，我跟我助理两个人来得及应付。后来加入越来越多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应付，故意把资料保留下来，资料可能都要吸到哪里去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就有一个叫邓东波的先生，他是一个资讯专长人，他经过脸书。连接进跟朋友那边连接进来，看到之后发现我们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团，但是我们遇到一个很大问题，所以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合作。有人愿意帮我，当然很开心啊，马上答应他。所以他就找了另外一个宅男，专门写程式的，他们就帮我做了一件事情。他们用程式呢，然后透过脸书的 Hotbar 跟 API， 把资料自动捞进来之后，然后这些资料呢，他会透过程式去自动解析，然后到资料库去做比对，比对完之后呢，就会到。变成一笔一笔的有用的资料库，然后他再找了另外一个宅男，他是专门做资料库人员，他利用脸书上面网络上面的免费资源叫竹口，他是一个开源软体，然后帮我们建立一个网站。那这资料库呢，可以在那边系统化的去被呈现出来，可以被视觉化的呈现出来。那这样的资料呢，就人人都可以在上面去查，你知道说你住家附近还有哪些动物存在，还有哪些动物他们是死掉的。然后就可以促进更多的合作。那也是在今年，这个是另外一个觉得是很棒的，就是说他是台湾，他到美国去念书，他是一个工程师。那他也是看到无意中加入脸书我们的社团之后呢，就发现我们的目前资料有问题，就是因为加入人很多很杂，我不可能一个一个人去教他。但是所以他们传上的资料里面就是各式各样格式都有，有人是用经纬度，例如地理，有人用经纬度，有人用门牌号码，有人用大陆里程。但是我如果要让它变成是一个流动资料，我必须全部转为经纬度才可以。那这样是一个很繁复的工作，所以呢，他就问我说，需不需要帮我写一个 APP？ 我说当然好，免钱的当然好。所以呢，他就帮我做了一个 APP。那使用者他就很简单，他到底要去，只要打开手机，启动这个程式，他就按下拍照就可以了。程式会自动把经纬度抓进来，把日期抓进来，他只要确定这张照片我满意，上传，那我就可以收到一笔很。是标准格式的一个资料。那我们也目前把目前这次在整理完之后呢，把这些资料然后放到政府的一个云端资料里面去，让人家去就开放资料，让人家去下来使用。那就有这样发现，目前至少十个单位或是教授，他们来跟我们会借用我们的标本，或者是去使用我们资料去做分析。那例如可以帮我们找出哪些热点。那收集了这么多的资料，资料品质也提高了，然后呢？当然是要回到路上社的宗旨，就是如何去改善路上。那大家传统的在印象，贺董事长应该对这个非常的了解，就是改善路上的方式大概有以下这几种：可以盖天桥，可以用地下道，或者是最好更好的是马路的转弯不要穿越过去，或者是用警示标志补偿一块栖地或用围篱。那这样的监管措施会因为你的现场的不同，你的环境设备不同，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设计，例如吊桥就绝对不适合大象过马，让大象过去，因为大象太重了。那早期的做法都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是政府的事情，政府觉得我是管辖单位，我应该做，所以政府出钱发包改善工程，那包含最后的监控都是全部自己来。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承办人员他可能在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他在交接过程当中很容易。会造成一个承重担，那民众会缺乏参与感，他认为事不关己，那成效不易彰显。所以呢，我们比较着重的是，也是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三步骤，就是在地居民参与。例如，这是今年唯一的跑到台湾来的台风，那在那条天气的高山向走线，从路线被压，每个黑点都是50公尺内死了2000多只，那每只蟹妈妈都是怀孕的，那它其实每年有一个固定的季节会下海产卵，所以呢，我们就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找5个人去做保护这些路线，帮他们过马路。那一开始第一天只有1两，只有我们。可是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有越来越多人游客经过看到都对我们感动，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进来帮忙。甚至有很多业者主动帮我们写了海报，怕我们在路上危险，去帮我们做宣传。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在下个礼拜就推了第一个公益旅行，结合在地的团体，
然后创造在地经济，让居民它是一个重要资产，然后参与的民众也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带到城市经济层学到东西，然后也可以达到保育的效果。那当然之后希望是公权力这时候可以介入，然后可以做一些廊道啊或者是天桥这样的保护的措施。那陆上经济它其实现在已经不再只是陆上，现在我们的市面也开始因为这样子开始破题处理去关心它的环境，所以他们也开始会记录到这样子的被电线高电电池的被电塔被电箱电池的蛇，那还有就是例如像我的那个报告里面写到，就是说穿插就是很多鸟类其实会去撞到这高楼大厦的玻璃，现在玻璃建筑越来越多了，像这是画眉、黄眉区、虎东、首鸟、凤头苍蝇还蛮多，因为他们追鸟，所以都撞玻璃，所以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贴纸来赠送给他们，让他们可以鸟类减少穿插的这个几率。那还有例如像风力发电虽然是绿色，但其实很多的水鸟会比较大，像这个是一只水鸭。蝙蝠啊，为什么知道黑达是黑达的骨头？在 X 光看到它是被那个风压扫到了就断掉了，然后我们继续造成伤害，就是根据鸡造成的。这是保育类的蛇蜥，长得像蛇一样的蜥，是被割草蜥割断的。这是斑龟一样被割草蜥割断的。好，那还有我们进入到很多的海龟在沙滩上面死亡，然后有种莫名其妙死在水上被线勾住的。哦，那这个是更神奇的，不晓得什么样子被绑在那个。高铁的底下的一个线上面，然后还有其他我们后来有人发现，就是为了架鸟网去抓这些野鸟。那包括现在的开始的农药啊，什么东西许多问题都有人去注意到了。那目前陆叉社呢也受到环境局，尤其是环境局之后，他们开始注意到我们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他们，我们主动去跟他们合作，说我们来帮你减标，因为他们以前最大的就是没有标，刚想要减标。好，我们透过我们的志工去检标本送给你，让你去做检验，那这样就可以知道流行疾病的这个它的流行率，那可以在下次流行高峰之前赶快去投药。那么未来的规划就是例如像最近高雄的事件之后大家在呼喊要让消防员回归正常工作，不要去做抓蛇的工作，那我们社团也许有很多这样的专长，那也许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如何去让我们这些人才可以用上，可以也许是一个蛇类的一个帮忙的在处理的一个制度，然后可以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那还有包括就是在急诊室里面，其实很多医生，因为他们专注于医学研究，他知道病理嘛，可是他对蛇类不认识。那台湾的蛇类有非常的多种，有46陆生蛇类有46种，可能各种蛇类都可能被咬到。那送来之后，他如果没有发出反应的时候，常常医生是要先打一些抗蛇毒血清去做测试。那这样其实有浪费蛇毒血清很贵。那他只能透过我们这样的系统方式，既然是看到之后，再把那若有蛇，它会照上段，几乎都是在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得到答案，说这是蛇有毒没有毒，它就可以节省这样的资源。那当然还有更多就是，像进入第三阶段就是实地的改善之后，会有很多的这个一突发的事件需要去处理。那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去面对的。好，那因为时间超过了，不好意思，谢谢。提醒，也许可以再简报内容再加一点。